那个夏立言好像在中国今天出关了、啊，那针对他的在中国的一些行程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的一个选情？哦，应该不会，因为我是赞成他去的，因为越是紧张啊，越应该要有人沟通。来这里，悼祭这个先烈先贤啊，心情当然是很沉重，但是同时也想到当年的牺牲啊，要有代价的话，两岸一定要赶快达至和平，不要让战争呢、啊、继续再成为我们的梦魇。因此，我们应该做这样的反省啊，来此悼祭先烈才有意义。那个夏立言好像在中国今天出关了、啊，那针对他的在中国的一些行程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国民党的一个选情？哦，应该不会，因为我是赞成他去的，因为越是紧张啊，越应该要有人沟通，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啊，跟大陆这个老死不相往来的做法，对台湾是不利的。那我们国民党呢，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来，跟大陆保持沟通，然后想法子找出双方的共同点，能够解决目前的战争的阴影。